赢了，获得比赛胜利呀、啊！我说我这个看我的孙权玩的，我是无可挑剔。当你们看到对面的孙权的玩家 ID 叫战旗 TV 周小鱼的时候，你就不用玩了。我不谨慎，我怎么赢啊？我如何走？我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？全靠谨慎这两个字。你说我的孙权为什么玩的可以这么好？为什么可以玩成这样？为什么可以给他当很好的盟友？有什么可以给他当很好的忠臣？我不想玩孙权，还除了孙权没有一个很强的忠臣。孙权吗？法正。法正。法正应该比孙权强一点吧。我不知道哎，感觉法正比孙权强。你乐他干什么？二号位你不乐，你跑去乐这个？你很怕周瑜吗？你牌都没有，你很怕周瑜吗？结果二号位跳中打我的脸了。二号位强势打脸，神类毒菜。我有点懵。哦，我知道他为什么不乐蔡文姬了。他觉得他自己是决斗英雄，蔡文姬是判定英雄，所以没有。
我想知道周瑜的牌是什么。他们俩牌型一样的，这波下来是不是有点爽啊？拆乐，我拆你妈的乐！你乐不？我说过了的，我不会拆他的乐，不是说的，屁用没有。像我这种超强的英雄是不会猜乐不思蜀的，我只会猜逃，因为我是无敌的孙权。孙权这个将还是有点弱，在我手里已经是极限了，就能打出这样的伤害已经是极限了。关平的伤害低了，关平伤害再高一点就好了，看看收牌能不能解掉这个乐不思蜀吧。极限极限极限，绝对极限。红豆粒，再跟老子讲，孙权强不强？一波。我说你这桃子，哎，你这太那个了噻！哎呀，兄弟，你这太……
the motherfucking Eagle Double G. Snoop Dogg.